等一下，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个玩国王游戏底线和尺度在哪？今天是午夜，有没有没有底线？一鸣惊人，三坐在八的腿上，你们坐在这个我的面前，看二和九表白表到结束。三号是谁？哦，那八号是谁？谁？八号是我。你们两个要一个人坐在一个人的腿上，坐在我腿上。三号坐在吧，来，你们俩先请坐，因为你们要看他们表。可是我们是要悬空坐在这儿吗？不行，就是坐台边。我给你们背椅子。前辈，这里有椅子。前辈，这里有椅子。段神，这有椅子。是干嘛？坐在腿上荡秋千是干嘛？啊。是坐在台上观看，你真积极啊！哎，前面是三号坐在八号腿上，还是八号坐三号腿上来着？三号坐在八号腿上，来吧，请。太难磕了，救命！看不下去了，继续。死命拉塞！好，请我们的大乔和提提同学出列。好，表白表到他脸红为止哦。哎，小北有点水平啊，一组挑一个。是的，我非要搞得你们那个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为止。好，你们那个稍微快一点啊，我们这边，我们面粉。很坚强啊！来吧，大杨冰好厉害，这么重的椅子都搬得动。当然是因为刚刚在你腿上，太好磕了。这可能说国王是谁？你的牌上没有数字。国王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！哇！我刚刚说四和七干点什么？元气就。是立正站直的那种状态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圆其实虚刮，他前面那个座椅上累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人家很轻的了。哎，跟小北学的，打电话。哎，打电话，不用。就是那天是因为想跟你玩，所以我才说的这个。欢迎小四和七，有一个躺在地上，另外一个做俯卧撑。一个公主抱三圈，鼻尖对鼻尖，十秒钟。好，那就三和九这样干。七是谁？七是乐乐，你自己。哇！哇！你脱掉我。能磕，你们俩老乡。坐吧，我坐吧，我看男一，我帮你挡着，你坐吧。三和九是谁？那么三和九，三和九出列。哦，太棒了！太搞笑了，这个。杨斌，不要太难过哦。我可没有。谁先？你们先。你吗？躺吧。哇哦！带个衣服吧，有没有衣服？段璇快回来，他做好准备了，他自带了被子。可以的、这样是不可以的。俯卧撑，你能不能做俯卧撑？撑三下哦。哎呀，你脚能不能打直啊你？哎，我们是什么来着？鼻尖对鼻尖啊，抱着抱，公主抱三圈，然后鼻尖对鼻尖十秒。我还以为要小乔，要大乔。哇！三圈，转三圈，一、二、三，鼻尖对鼻尖。
感受怎么样？这个年轻的，什么啊？